喂，你好。哎，师傅你好，有同学想跟您分享一个事情，请稍等一下，同学要分享一个事情。好。稍微等一下再开车，稍微等一分钟。哦，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哎、师傅您辛苦了，感恩菩萨。哎。师傅啊。哎。师傅您好，师傅，哎，弟子向你分享一个事情。对不起，我现在开车，东西没带，就是向师傅分享一下事情。我那个9月9号，同学帮我打通电话，然后呢，我在就1月份、2月份在中国做一个梦，就两只手抱着乳房，乳房长东西，然后呢，有人就在旁边说他许愿吃全素，我讲已经许了，然后呢，后来我就知道因为乳房要出事，但我乳房每两年都是根据医生是每两年都做那个给测那个片的检查一下的，然后9月9号，同学打通了，师傅一眼就道破，他说长东西了。然后呢，长硬块了，然后同学就告诉你，你说是真身，你像是那个灵性，你像很多鱿鱼在，一天吃了很多活的鱿鱼在乳房上面，你就说有活的有灵性。当初你讲的时候，我乳房摸来摸去没有东西啊，我就很纳闷。后来这是9月9号打通的，在9月12号时候，星期二我记得很清楚，打通伸手一摸，真的长东西了，你说靠近你讲那个地方。右侧左面的右侧上面长东西，长一个有8厘米的，就像长一个小青长那么大，摸到它有点痛。然后呢，我这个星期二、星期三我就检 PP， 然后呢星期四我上值班，然后我就去做下午3点半我就做那个奥丘房去做科片的科的，但是我也长幸福，我也不怎么好怕，我就说有母亲的卡通三宝。后来呢，科片是当初那个科片就左科右科。后来就说摸摸，他说后来有一个很专科的很有 special 回来给你检查一下，就说你不要紧张。他后来讲了，他应该他是 C， 不是那个大，不像那个肿瘤。当时我就看这个星期四做的，然后星期五、星期一我就去看那个报告，报告上来就说让我那个去见一个 special doctor 去做一个穿刺，就是然后呢，我就是你师傅跟我说的要念108幢小房子。然后呢，放230条鱼，我就按师傅当场许愿做了。在没有 B 超，我就约那个三月刀客还没有约好嘞，反正没有约好嘞。然后在那个10月26号，108幢小房子我就读完了，烧完了。27号早上一摸，这个没有了，分期的不得了，没有了。这个小房子真是现在知道了吧？现在知道了吧？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就在就相当在广播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师傅汇报一下的，真的。多度人呐、啊，要多度人呐、啊，你知道吗？我就告诉你了，不但菩萨了，师傅都能把你身上的这种东西拿掉，你听得懂吗？对，我懂，我听。你自己知道了，我告诉你了，你所以一定要发心发愿，一定要真的。否则假的没有用的，听得懂了吗？对，嗯，真是大意了，这个小房子真是立竿见影。然后呢，还有我在就是当中念小房子时候，我还做这个梦，做梦自己拿那个像中药的膏药往那个乳房上贴，这个梦真的灵。然后我就一点挂了那么，然后肯定这个会消下来。然后呢，然后那个后来我就是上星期，上星期10月10号我就去做那个去见 special doctor。然后呢，他就用他那个很专业，他那个就是手一摸，然后又拿那个奥切上，就很专业的奥切上，一往上一放，大概1秒钟下来，他说你不要做穿刺，你这个已经不是的，他说一般硬他要是癌症，他是线在上面，他说我那是平底线，皮肤下面也没有黑的 mark， 他说你不需要做，真的我很激动，我是吃当面活的，我们吃当面保佑，我就这样跟那个摄影大哥说。很灵。你现在知道了，师傅当时就说你长了个东西，但是我没有说是癌症，对不对啊？对，你就当场就说，你要是一个是灵性，实际上是有灵性在里边，是一个长硬东西了。当时你说的时候，我就很纳闷，我就里边摸来摸去没有啊。没有。12号早上那几天，8号、9号打进去的，3天长出来了。我告诉你，你自己都不知道了，早就在有了。你摸的时候，它就移到别的地方去，它是灵性呀，听得懂吗？太神奇了！
不要看。我真的太诚实了，我就像在这个在广播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我们心灵法门真是不虚，真是不虚。好了。所以要靠自己是真的许愿，就有动力渡人。我们就是现在我在开车，我们去渡人，这个在路上正好。正好是真好。好好渡人吧。很多人的命都是菩萨救的，现在又在吃喝玩乐了，都不知道的，真的要救了这个命，自己要延续自己的慧命的，明白了吗？对对对，好了。